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决意如君天下少，电光石火寄此身。2015年4月5号，大病初愈的聂卫平飞抵日本东京，参加围棋大师吴清源追思会。在细雨绵绵中，悼念吴清源的横幅及摆放的鲜花显得格外醒目。哎，好嘞，我先下了啊。好嘞。哎，等等等等，这一天恰巧是中国的清明节。聂卫平进入追思会会场的时候，主办方和日本棋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尊重。皆様ご起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黙祷。2014年11月30号，吴清源在日本东京去世，享年100岁。来，示范。预备，开始。1997年，导演田壮壮拍摄了电影《吴清源》，但这部影片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因为太多人还不知道谁是吴清源。其实，吴清源就是我们身边的传奇。我杀的唐僧不多，不多。我觉得吴老师不能算作人类这个类行里的神，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他的那个世界跟咱不在一个，是在一个物质层面里头，物质世界层面里，咱不在精神世界层面里头。然后我们俩聊过有几十回了吧，我觉得我一回都没听懂过。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吴清源老先生入场。这是我们的镜头记录下的吴清源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来自北京的朋友为吴先生祝贺百岁寿辰。祝贺你百岁。1914年6月12号，吴清源生于中国福建，10月全家定居北京。1928年，14岁的吴清源受日本棋界泰斗赖月献作之邀，东渡日本。吴清源去日本，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个，不同的意见。日本人啊，也有异议，也有反对的。20世纪初的日本，围棋高手云集，有大师级的前辈秀哉名人，有与吴清源同龄的青年才俊，也有爱惜天才的伯乐。1933年10月，年仅19岁的吴清源对弈日本棋坛泰斗年近60旬的本因坊秀哉。在这场对弈中，吴清源一开局的三步棋依次落在3、3、星、天、元，这三手棋都和本因坊家的教条格格不入，所以被后人赞叹为新布局惊天下。这盘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
新三山天元，但第一手实际上是下的三山。三山为什么？你看从棋盘边上数过来，一二三，一二三，这个三山呢通常一开局下的还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它位置偏低，偏低就是围棋是一个效率游戏，要比谁用最少的子围到最多的地，对吧？那么你三山你看它这么低，它只能围到这么一点点地方，你要走高一点它不是围得多一点嘛，对吧？但它的好处是扎实。秀哉下小步，对，然后星我们再看它下星，这是星。一般最典型的说这四个角，这是星，秀哉又是小步，天元。为什么这三手棋特别了不起啊？因为在传统的仿门概念里面，就布局棋手都要下小目，已经是很多年的传统了。这叫小目，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目字，一个目的字儿，对吧？星三三都是开局都不能下，更不要说天元了。因为当时那些日本都比较古板嘛，就是需要那些要把棋形下得很美啊，这样。其实际上都不是这样子啊，实际上啊，吴老师就是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吧。镰仓，建长寺。1939年，吴清源和另一位年轻的天才棋士木谷实在这座禅堂里对弈。这是十番棋的第一盘，肃杀冷寂的古寺，时间在吴清源静默的苦思中凝固。这一段被时局后人反复渲染的分分秒秒，成为吴清源棋人合一、心无他虑的最好写照。木谷实执黑，第157手巡捷，落子后鼻血喷涌，昏倒在夜风嗖嗖的寺院走廊里。而吴清源对此毫无察觉，依旧埋头棋局。这盘镰仓十番棋第一局，时不容发的气氛，苦战到底的险胜，作为吴清源升降十番棋的开篇之作，被世人熟知。他十番棋没输过，当时他跟他师兄这场棋的时候是在西语教里。实际上说明他以后的比赛都能赢，因为这十番棋是下的是分先的。70年后，中日棋界分别举办的吴清源百岁寿辰纪念会上，讲解吴清源的经典对局都选择了这盘棋。每手棋上面呢都有每一位嘉宾的名字。日语十番棋实际上就是十盘棋的意思。从1939年到1956年，将近20年之间，吴清源和日本最强棋士十番棋升降赛都把对手一一降格，开创了围棋历史上的吴清源时代。1976年，吴清源隐退的时候，十位棋手联手和吴清源下了一盘联手棋。天元，吴清源19岁的时候挑战前辈时下的那一手，变成同代人向他致敬的一手。我有的时候我就活100岁，说我那边忙着呢，说我这边就是100岁，到100岁我就得走，我那边忙着呢。就是我们跟他说您得多活，高兴您活个100多岁，那么90多了，没有，就我活100岁，真就100岁走了。2014年11月30号，百岁生日后5个月，吴清源去世。围棋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又耗尽了一位大师的一生。
在上世纪围棋大师中，吴清源是最长寿的一位。在吴清源追思会上，吴清源的弟子林海峰致辞。1952年，吴清源去台北参加围棋活动的时候，跟当时被誉为围棋神童的林海峰下了一盘让六子的对局。虽然这盘棋以吴清源赢一目终局，但是10岁的林海峰让他刮目相看。其实林海峰跟吴清源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林海峰都是把棋谱寄给吴清源，吴清源跟他批注回来，林海峰全靠自己，可以这么说。关键的时候林海峰都要去请教吴清源，比如说我们那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林海峰那个挑战那个坂田嘛，对，那个他当时很困惑的时候，吴清源给他指点，就是平常心的故事，最有名的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林海峰一直想不开，一直想不开，纠结纠结难受，去找吴清源。吴清源开导他的主要的意思是这个，他说你这么年轻就能和坂田这样的人下棋，和坂田这样的大前辈下棋下名人这样的决赛，就是你这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就是你还去想什么输赢啊，这一下子把林海峰点醒了。林海峰从坂田荣南手中夺取名人和本因坊头衔的4年间，因为林海峰的扇子发生纠纷，坂田抗议林海峰，说他的扇子声音太大，干扰了自己的思考。在林海峰争霸天下的几年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扇子的声音搞得不得安宁。不过在胜负的世界里，这种纠纷本身就具有增强紧张感的作用。林海峰啊，他过去他一直都生活在棋手的这个上层，一直他基础比较好，所以他在很早时候就有了，在现在我们去的地方，他很早就有了这个房子。聂卫平小林海峰10岁，两位元老在棋盘上少有十番棋那样的激烈争斗。聂老带自己的儿子来林家做客，更像串门，聊的都是家常。哎，怎么还可以？我啊，师母这忙辛苦了。这那个，我刚听林老师说，你这个真正照顾你的小孙子，什么是小孙辈是吧？很辛苦啊，那也好多，现在有七个，孙子有真的，我那太辛苦了，七个太辛苦了，都来了，那你这都来一闹的话，那你这个是。但是不乱七八糟，不过这也是福气，这个也是有福的，这个再乱都有福的。林海峰10岁到日本后，吴清源先后把他介绍到吉田道场和日本棋院东京本院学习。林海峰天分过人，2年后就以不满13岁的低龄入段，是日本棋院设置段位以来入段年龄最小的棋手。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在现在的元老阵容里还有曹勋炫，比聂卫平小1岁。现在几位元老下棋更像联谊，当年应试杯决赛曹聂二人那可是生死冤家。中国棋界当时主要的对手啊还是日本人，对曹勋炫了解不够，还有点瞧不上人家的，就中国棋界的一个普遍认识啊，没觉得他们有多厉害，实际上很厉害。实际上当时曹勋炫水平就不比聂卫平差，从曹勋炫家就能看出他在韩国棋界的地位。这种地位源自1989年他从聂卫平手中夺走的应试杯冠军。曹勋炫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非常强烈的棋手，就是棋又高，脾气大，就是一般人看起来可能特别狂妄。应试杯是第一个围棋世界大赛，第一个世界冠军在当年气势如虹的老聂和黑马曹勋炫之间产生。他在韩国是完全没有对手的，他下棋到什么程度啊，跟对手下棋决赛啊，大比赛非常重要的比赛，对手想棋他就躺着了，可以啊，
你知道吗？就夸张到这种程度。하여튼그중국에서2대1로1승2패로해서이제불리한상황이었었는데이제뭐저도제자신도기분도안좋았고뭐기분도안좋았고또원체큰승부였기때문에불리한상황에서뭐그래도저바둑은그거해야되는데근데이제싱가포르에서뒀는데张先挺了不起的，他是在绝对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而且是中国比如参加了很多人，日本是围棋超级大国，他派了很多人，但是韩国只有曹新元一个人，然后他就一路打出来了。하여튼그사국제가하여튼뭐아주미세한바둑이돼가지고뭐이제그래가지고겨우이제반집이기게된거죠예반집이기게됐는데이제그때는조금뭐그래도2대2돼가지고이제조금이제원위치됐고我觉得崇建老师个体来说当然是一生之中没有拿过世界冠军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但同时对于中国围棋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或者说对于世界围棋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在那个应试杯之前没有人了解韩国曹勋炫目前的生活很潇洒尽管他说他目前下棋输多赢少但是他已经完全不在乎输赢他说围棋就是他人生的最大乐曹勋炫打下的围棋江山除了自家豪宅还有韩国人对围棋的举国热潮老的天王余威尚在新的天王又呼之欲出韩国有世界上唯一一所在大学里开设的围棋系有把围棋列为必修课的高中也有韩国人寄予厚望的天才比如2014年的世界冠军金智熙九段新一代顶尖棋手的生活是前辈大师没有的在聚光灯下参加韩国职业联赛围棋频道现场直播棋迷在网上关注当天就可能要飞到中国的一座城市作为外援参加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和同名的中国棋手是国际比赛中的对手又是职业联赛中的对手有段时间金智熙曾经住在曹勋炫家学棋曹勋炫最著名的弟子李昌浩已经慢慢淡出一线阵容十年的时间新人已经取代旧人您觉得他是不是比较有希望的一个棋手아니내가처음봤을때는그런데도있지않았나생각했는데그동안공부를안해가지고공부를안했어요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应该挺有气才的但是有点懒不太好好学曹勋炫家的二楼曾经是金智熙借住过的房间由于屋里没有整理所以金智熙建议我们不要进入拍摄孟买国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举办的越来越红火在中国和金智熙一样经历一样被人看好的九段棋手柯洁18岁已经是世界冠军被称为中国围棋队的刘翔我7岁是来到了北京然后就去了聂卫平的道场我大概在那里待了4年你觉得在聂卫平的道场这个有提高吗或者有进步吗对那肯定跟他亲手教过你吗我有幸旁听过啊就是这样然后也去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马上进击孟买和这个8强的抽签一次根据我们的竞赛规则然后是以本国不相碰为原则现在呢中国棋手是5位韩国棋手是3位我们这抽签箱里面是有2468的双色球由韩国棋手来先抽下面首先有请李世石先生对有请柯洁九段看看他是我怎么到7号去了
柯洁，这一代年轻高手的舞台是各种世界大赛的八强、四强、半决赛、决赛。柯洁是应该是95后的代表人物，他的棋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每盘棋你去看他棋的时候，其实，看上去好像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太认可他，但是你仔细去琢磨他的棋的时候，他非常的讲究他的价值观。包括这次我们在那个前段时间下了一个8个世界比赛世界冠军的一个邀请赛，你去看他的棋，他的棋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他能做出最合适的一种那价值观的一种转换，这是他非常强的一个地方。于斌是中国围棋队的总教练，和领队华学明在研究室探讨柯洁这局棋。尽管两人都是长辈，但似乎也很难猜透这位年轻棋手的心。那我再打个。第二届 M00 孟买海威的半决赛第二局，现在开始。开始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都很差吧，然后愿意跟我下棋的人都不多，所以说当时也特别想放弃围棋这种想法，当时也有过这个想法。柯洁这盘棋也引起了棋圣聂卫平的关注，我们想请聂卫平评价一下柯洁，但是聂卫平却笑而不语，而柯洁评价聂卫平这一代前辈棋手却毫不客气。你觉得你跟这些前辈，就包括日本的，包括中国，你觉得你们之间这个差距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其实很尖锐，因为我如果说那个我要比他们下得好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片骂声。但是我觉得以现在所有那些巅峰时期的高手，比如说韩国的朴廷桓，然后李世石，什么什么古力，那是巅峰时期，还有我现在这一辈的这些巅峰时期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强于他们。明显是要强一点。从哪看出是强一点的？就是计算力。日本京都纪光寺，本因坊棋站发源地，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包括林海峰在内的当代高手都曾经是本因坊冠军得主。这里也保留着吴清源下过的棋盘。这个日本最古老的围棋赛事曾经经历过很多艰辛岁月。日本广岛1945年8月6号，原子弹落下的这一天，第45期本因坊站决赛正在这里举行，对局者是桥本宇太郎和岩本勋七段。此时的吴清源正经历他人生中最坎坷的岁月。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决意如君天下少，电光石火寄此身。景山裕太，日本年轻一代棋手中的佼佼者，2015年5月来到冲绳那霸参加本因坊决赛。按照当地习俗，比赛间歇向二战中遇难无辜儿童纪念碑献花。围棋盘上的激战不是战争中的厮杀，生活中的和平也是棋盘上的美好。他和韩国棋手金智熙是好朋友，是不是这样？といってもその世界の試合でまあねたまにたまにというかもう1年間に1回とか2回とか
どっか韓国とかで会った時に、あの少し食事したりとかっていう人、まあその方は日本語が少しできるので、はい、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が、まあ、会った時はあの少しまあ喋ったり食事に行くこともあります。在外人看来，本因坊比赛最大的特点是慢，决赛七局四胜，每盘棋要下两天。景山裕太和挑战者山下静吾，每方用时八小时。缓慢平静的棋赛中，滋养了棋赛的礼仪，棋手的气质。景山裕太也是上届本因坊比赛的冠军，他对弈的棋谱还摆在济光寺的棋盘上。在本因坊的名人牌上刻满了历届本因坊冠军得主的名字。第二天深夜，景山裕太获胜，随后他以4-1的总比分成为2015年本因坊冠军。日本棋界认为景山裕太是最具大师潜质的人。一个是韩国的那个杰出代表，一个日本的那个第一人，我觉得呢，他们的棋我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跟金智熙我是被2-0，就我就都输了，然后跟景山裕太我是就下过一盘，然后我赢了，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强。如果他这话说起来可能反正也没什么大关，我如果他换一个环境的话，他也许会成为更厉害的棋手，更大的一个大棋师。因为景山裕太的棋也是非常有才能的一个棋。景山裕太匆匆赶往下一站，在未来的路上肯定会遇到中国韩国的年轻高手。过马路的这个女孩叫藤泽理菜，是日本围棋大师藤泽秀行的孙女。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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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钟。非常，这叫便利啊。那他们家位置可够好。对，一都把你身体练练，这可以至少多赢很多盘棋啊！这个，对，勝率上がるでしょ？对，对。いや、まあ上がってない。コサアロサカリ全部。30年前，那位平和理菜的爷爷藤泽秀行接下了深厚的情谊。30年后，在中国泰州举办的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上，那位平指导藤泽理菜也算是对恩师的一种回报吧。哭了，几次不难以内。我头一盘棋就跟藤泽下的。哦，是吗？头一盘棋到日本的第一盘，还是输了？我赢了。当时您是就是已经是中国围棋队的。刚才我就是那时候的男一号。男一号已经是男一号了，所以我来跟藤泽下，其他人都是跟别的人下。藤泽那时候是在日本棋界就高高在上的啊。那次是我在日本的比赛成绩特别的好，对日本的震动特别大。1976年，聂卫平第一次来日本，当时的中国围棋还是挑战者，他第一盘棋的对手就是名人赛冠军得主藤泽秀行。这次来日本，聂卫平专程去藤泽秀行家拜访。2009年，藤泽先生去世，他的传奇一生风流倜傥，不拘一格，磊落胸襟，让人们无法忘怀。在中国棋迷的心目中，秀行先生是中国围棋的恩人。按照日本习俗，聂卫平点上一炷香，并在儿子的搀扶下跪在了藤泽先生的遗像前。两个，然后在这个蜡烛上点啊。
彭泽先生的遗孀和大女儿在家里接待了聂卫平和他的儿子孔令文。彭若燕呢？师母身体好吗？啊，状态好啊，多谢大赛季了。那还没有个蛋。是，现在实在是就是有点不大好。我祝您那个健康长寿啊！我祝您听。那时候你做手术花了，现在做了以后有多久了？做完手术？一年半了。1年ちょっとですね。啊。手術してからは、なんか健康で長生きしてくださいねって。彭泽秀行的遗孀为聂卫平父子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礼物。30年前，肯定我才1-2岁的时候吧，应该这个那天。他说在整理东西找到了这个，他说秀行老师感觉特别高兴的，这个笑得很开心的样子。我这时候肯定没记忆了，这个是。对对，这个是你，这就是你。对，这是我，这是我们。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本当に僕笑ってますね。この写真だと私もこれ私なんですけど、多分1歳ぐらいの全然記憶がないんですけど。みんなすごい楽しそうに笑ってる感じなんですよ。30年前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藤泽先生作为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日方擂主来到北京，那盘棋聂卫平取胜，从此在中国掀起了围棋的热潮。如今人去楼空，藤泽先生在上苍也应该感悟到聂卫平的这一份敬意吧。30年后，武功正术小林光一，这些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日方主将，再次在日本棋院和聂卫平相聚。当年这些超一流棋手都曾经败在了聂旋风的手下，造就了聂卫平11连胜的神话。说起往事，已经无所谓恩怨，无所谓对手，无所谓胜负。大竹英雄，日本棋院现任理事长，第二届擂台赛日方擂主聂卫平当年的强敌。这个棋院有很长时间没来，应该有10年以上没来过了。もう10年以上ちょっとご無沙汰してます。日本棋院に来るのは多分。そう。我还在这个房间比赛过呢。この部屋で碁打ったことも。ああ、そうですか。日中擂台赛も。是。日中スーパーこの部屋で打った。ああ。我们很想念大竹先生，我一直好久没见，真的很想念他。先生のことすごい会いたがってました。だから何年も会ってませんから。大竹，应该说他还就是他的在木谷门是老大，他是那个大师兄嘛。他应该是在棋界有相当的威望，但我因为对日本棋手了解的没那么深，我总感觉他和日本的这些年轻棋手啊，和一些就是普通的那些中间棋士啊，他关系没有李海峰和加藤那么好，他不如李海峰和加藤。很有个性的，有个性。他讲话啊，什么，做事儿什么，有好像有一股领导别人的气质似的。那个当年那个中日友好30年前的中日友好围棋赛，您跟大竹对弈的时候那种情景，您还记得？记得。今ちょっとですね、30年前ぐらいですね、日中スーパーとか太鼓とか先生と対局した記憶とか覚えてますか？って言ったら、もちろん覚えてますって。僕は任されてるから覚えてないけどね。大竹老师说，因为他输了，所以他就不记得。中国和日本到底谁厉害？你这个老输给人家，你还说是日本人都认为自个儿厉害，日本老吹着他是天下第一的这个围棋，但是呢，
每一次都输给中国，就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了这么一场中日围棋擂台赛，就是要看看究竟是日本厉害还是中国厉害。请两位中日主帅登场，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呢，所以是30周年呢，正要咱们民间土话的话，是一个正日子，一点都不偏，就是30周年的11月20日。2015年为纪念擂台赛30周年，当年擂台上的主将重新聚首，棋盘上依旧分明，棋手当年的黑发已经斑白。从东京到名古屋大约需要3个多小时的路程。20多年前中止聂卫平11连胜的羽根泰正目前就住在名古屋。碰到这个羽根的时候，我获得优势非常大，我就忽然有一个想法，想一举把它拿下，就是在一个局部战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像平常心以禅下，我就稳健的随便怎么走都赢了。但是我去下决心要去吃它，等于要把一个地方我说要吃它，结果一个简单的计算发生漏算，我不但没吃了它，还被它吃了。最后我输了，差距很小，是输才2目半。如果我那个时候不吃它，我就安全的收兵的话，我应该赢他有20目。1988年12月18号，在第4届中日擂台赛第9局中，羽根泰正击败聂卫平，终止了聂旋风11连胜，轰动了整个日本棋界。具体的というと難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中盤では私が苦しかったんですね。で、苦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城さんが間違えてくれる。それ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す。はい。那盘棋我还是优势，中盘优势非常大。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命运如此，就是老天爷不让你赢。下车的小朋友叫孔德志，母亲是日本棋手小林觉的女儿小林清芽，父亲是孔令文。今天来看望爷爷聂卫平。爸，来喽。哎呦，宝贝儿，来让你几个子儿？4个。还有让要4个，你赢得了吗？4个你应该能赢吧？嗯。围棋是家事，祖孙三代棋艺应该是传家之宝。聂卫平酷爱烤肉，尽管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宜过多的吃这类食物，但跟儿子和孙子在日本难得一见，聂卫平的心情也显得格外爽快。日本围棋名人堂坐落在日本棋院资料馆内，从第一位德川家康开始，共列有18位为围棋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在中日国家40周年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这个让陈毅老总这个进这个殿堂嘛。那时候大柱老师是理事长，现在已经做到德国人民，
他说因为他也见过陈毅老总，所以就是说他推荐这个陈毅进这个殿堂，然后就这个里面就对围棋做过特别大的贡献的。对，これだけやっぱり国際的になってきてればね、その方がいいよね。所以他说这也是第一次这个殿堂里面国际化的，既有很有劲。唯一的不是日本人，就是那么唯一次日本人在那里，对，唯一的。在围棋名人堂里，唯一一位不是日本国籍的入选者，就是陈毅元帅。陈毅元帅，在1962年的时候，他也开始认识了我和我弟弟，经常找我们去下棋。他也非常看好我，对我还单独有特殊的照顾。由此看来，当时是在过老师和陈老总这样这个伯乐，在他们的帮忙下。我才慢慢的能成长。2015年七一前夕，聂卫平在延安出席男子围甲比赛期间，特意到中共七大会址参观。你问问这些小孩儿，给我问问，都知道延安是住了些什么人吗？在这儿？这哪能知道？啊？这个目的是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开七大，人家说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棋事关国事，95岁的老棋手山内亚男曾经在1960年访问中国，受到过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的接见。我听说山内先生现在还能参加比赛。本当に先生が今でもですね、対局されていることを非常に驚いています。而且成绩还就挺好，这个特别的震惊。众议院议员后藤田正纯正计划促成中日政界人士的围棋联谊。那日本的政治家如果都学会下围棋，那跟中国很多问题就太容易解决了。もし仮にですけど、日本の政治家の皆さんも全部囲碁やったら、もう多分ほとんど問題解決できる。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跟好几任大使都有。宋大使的啊，对，宋大使。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邀请聂卫平和武功正树到使馆一聚。聂老师是在这个围棋界是中国的，是一位泰斗了。然后在中日交流，这也是很早就这个开始从事中日交流。对围棋这个中国和日本交流，当然历史上就有，战后也是，实际上是在中日两国这个叫什么政治关系之前，走在两国的政治关系之前，已经先这个双方的围棋人员交流。让景山裕泰、聂卫平、赵志勋、林海峰两代高手聚集在一起的场合是吴清源追思会。这一天是清明节。家人、弟子、晚辈、仰慕者依次在遗像前的棋盘上献上一子，向围棋大师致敬的最好方式依然是围棋。聂卫平抱病专程赶到日本参加吴清源追思会。吴清源晚年说，围棋的目标是中和，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才是最佳的一手，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这才是六合之棋。在80年前后还是82年的时候，他曾经托人找过我，说是要我去日本留学。他说他小田园有别墅，让我住在他别墅里。说是他托人传话给我说，在学围棋还是要到日本。这个是有，他就对我很关心的，这是前辈对晚辈的关心。追思会结束之后，
难得一聚的高手们要下一盘连棋。聂卫平被邀请落下第一枚棋子。不善于胜色。天元，这是属于大师的位置。对，花瓣都掉在地上了。哪儿的花啊？这儿的花。就上面这些都是一朵花，后面。大师的眼中，围棋也是天下事。吴清源先生晚年提出围棋中和之道，这位百岁老人的随想应该不会随着故居花园里的草木枯萎。吴清源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斯人已去，斯人已在，大师的棋还没有下完。这附近还有湖，还有湖，还有湖，真的吗？嗯，我上了。多吗？不多吧。不多吧。我上的唐山不多。不多。有湖。我上的汉阿的。我上面个哈巴子，哈巴子干的。哪能话呢？是呢。この近くに。ここ猿が来る。猿が。猿が来る。あ、そうなんですか。うちの柿なんか猿食べない。猿に食べられちゃう。食べられちゃう。大丈夫なんですか。柿。别人一和我说话，我就感觉我这他这个话在我这脑子里，这黑的白的，黑的白的。人一生难免遇到困局，一筹莫展。这里的人坐困牢笼，认输反省，陷入死角，只有弃子重生。围棋会引领你们走上你们该走的路。